第10届走到第11届，第十一届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才几个月，之前在交通委员会，我们成立了就是静电式的调阅小组，结果 NCC 的主委陈耀祥说他不提供，找了一些理由就是不提供，然后在前几天。你喺看到庙里乡亲哈，要来啊签到嘛哈，要量产嘛，差不多有一百三油啦，一百啦，八台车啦哈，来啦哈，我会改的啦，打彼岸的啦，对。要监督民进党贪腐腐败的政府。对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让方案。接下来呢，是不是邀请我们不能通过？对。不能通过，因为他们都是选输了。我认为说那个总统啊，赖清德啊，他不应该找什么青鸟上立法院旁边来抗议，对。这样子的话，自己对执政党，执政党有闹事。委员来了，委员，在我们的记者。哎呀，你好。我们有八台车来，我们拍一下，我们大家这么辛苦，我也拍一下，在这里晒太阳，为了就是希望一二三，好，不思改变，只想我给你造谣，但加油，这么决心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刚刚我接到一个这个小道消息，广播。我们民进党的总召是谁知道吗？柯建铭。柯总召的办公室啊，就在红色这栋建筑物的上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用最大的声音，用最大的力量，把我们的不满喊给柯建铭知道，好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，让民进党，让柯建铭知道我们人民的力量没有监督。没有监督，不是民主。没有监督，不是民主。各位好朋友，你这样想哦，那个民进党没烟嘞，大家干嘛呢？哎，我民进党没烟啦，不，很多期待啊。我们这个喊坚持改革的反对呼吁，让整个民进党都知道我们的反对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坚持改革。反对主义，没有错。